我跟你讲哦，你这个老翻天，你若不相信哦，你去问老丈人，伊有去业主的，业我清清楚楚，不相信你叫跳，你看老翻天，气死我有影！老大，我敢有需要骗你？啊，这个代志敢会骗你？就算讲老丈人，因阿妈我无去验啥物 DNA 啦，你嘛用去验啊？啊，话搁讲倒转来啦，安尼我问你啊。万里的店啊啦，海边啊啦，文金甲惠美安怎跳落海？囡仔我安怎抱走的？我若不是亲目睭看到，我若无亲身经历过，我谁那遐清楚遐了解啦？啊，甲你讲到你还阁唔相信，我实在真无你烦的。细目睭目看的人遐尼啊固执的，你真正有影做袂不公？惠美，我该做该讲的我拢讲啊啦。啊，我做人安怎？我相信你家己心肝内嘛正清楚啦。你望一下良心想看卖，讲我即摆讲的到底是真啊假？你家己想清楚啦。我实在想拢无。你安尼唔敢面对，唔敢承认，到底是为着面子，还是为着顶一代的恩怨？这拢总是你的代志，我无在了管你，嘛无法度管你啊。啊，若是两家伙的恩怨哦，圣经嘛甲你讲到真清楚啊，我已经放下啦。啊，若是圣经的心事。我嘛拢甲你讲啊，清清楚楚，拢无甲你隐瞒。你要信也好，唔信也好，随在你啦。非得婚礼要去唔去，嘛由你家己决定啦。上好你是继续固执，啊！我甲你讲，我无差。这个囝吼，我足保守，我阁足唔敢送予你的。但是我已经无对不起文金啊，因为是你家己无爱孙，唔是我无甘愿放手。我们来找你，家己好好啊，想我清楚了。老饭店呢？我较忝，我嘛唔惊。我滴个是人才，唔是路才。你阿尊讲真嘛？你甲米莲香水鸡煮甲遮尔歹食，你个茶香水鸡就当过关。伊昨是困无饱，还是超工？恁家的人安尼嘴笑目笑，伊阿拢收了就欢喜啊！马上开除，赶紧个，确实幸福。你为着要保护你家己孙，你就会失去另外一个孙，那就是我。没有改，会用的。唯一的可能就是你进阿面已经宣布甲陈姓家分手。你想我这华人，我就惊你。这条做在华人，我宁愿提倒转来。华人若是挂条红棍阿顶，我都一定袂提落来。阿公，我老金红，要怎做个？从今仔开始，只要若关系老明火，任何代志，尤其是要面对面甲伊讲话，你拢莫找我哦。啊，讲我一个老明火。你莫搁再提起老明火这三字啦！有影洗目睭发白白，莫讲我这么无讲道理的人。啊，事实明明摆在眼前，伊还搁讲说唔是伊的，上好是唔是，我嘛无想要行。啊，非得咱该讲的也讲啊，该做的也做啦，吼。啊！伊要安怎咱拍外大啊？伊硬要讲咱是尊心不良，你哪有伊法啦？啊，非得咱甲讲啊清楚啊！伊总是会去问老丈人因翁仔某嘛。啊，毋是讲到伊遐啥物死骨头、啥物 DNA 大项有，啊，即落敢会过你吼？除非讲吼，伊连单性皆是伊的亲孙，伊都无要认啦。那伊这个人是绝对有可能哦。我实在是愈想愈生气呢。爸爸的遗言书写到遐尔啊逼真，咱都无要甲伊计较嘿。伊昨日佫讲，咱是贪着因家的财产，所以才伫咧甲因牵亲以前，啊，听我编一个故事来伫咧甲伊骗，我也袂堪要去了。啊，煞煞去啊！问题吼，伊要安怎，咱也无伊法度啦。我即马我是想讲吼，甲圣经甲惠文的婚书吼，先甲伊完婚了后，吼，啊，才甲所有代志拢讲互伊两个知影啦。啊，老明我都袂滴啊，你佫甲圣经讲要创啥？为民安尼讲啊，性格总是
爱查伊的身世，咱无多甲暗藏一世人。你袂记还佫一个阿好啊？阿好是阿好，啊伊甚物拢唔知影，啊家讲有甚物路用？莫安尼，敢若囡仔讲迄条囡仔话啦。你爱知呢？性格甲慧文两个若要牵手一世人哦，因这个家庭甲阿好啊，啊甲这个刘明宏中间真侪矛盾哦，拢需要性格来化解呢，这嘛是伊的责任呢。但硬要讲起吼，因的责任确实是真大啦。万一啦有一天，阿好啊，若恢复记忆，啊变倒转来是回避，啊伊阁唔肯原谅刘明峰，一边是阿公，一边是老母，啊伊要我倒一边，啊这边安怎瞧？啊是要为倒瞧起？啊，煞一步一步瞧啊，无要安怎？但是母甲遮复杂哦，总共一句，这就是命运创治人啦。本来我也是想讲吼，互性格甲刘明峰相认了后，啊因公孙啊迄感情哦，啊豆豆啊培养，啊培养到有一个程度，才阁互阿好啊甲因相认啦。吼，啊则斗阵来甲阿好啊弥补，啊咧大家重新建立一个家庭，吼啊有一个团圆，啊一个美满，啊敢毋是真好？代志来当安尼是当然是上好啊！啊，若讲到迄个刘明峰哦，啊呸呸呸，莫阁讲到这个人啊，讲到这个人哦，啊简单的代志就变作无简单啦！啊，莫想遐济啦，反之吼，咱就尽心尽力啦，吼啊，对得起咱家己良心，安尼就好啊啦。啊，嘛只会当安尼啊，该伤金气死也无伤。迄、那个礼堂吼，看起来是袂歹，啊，不过你会记去通知花店，迄花吼一定要布置到有够，才好看。哎，婚礼顾问公司拢会处理，你免烦恼。铁皮，你是人咧无爽快是无？安奈家己一人坐遮？我来倒着你啉啦，你今日高血压药啊吃未？我问你，你什么时阵知影？知影陈姓个是我新村，你啥无甲我讲？是安怎？铁皮，你来向人问这问题，你要骂我到什么时阵？准备要骂我一世人？迄囡仔不是阿万世带去万里，带去文景跳海的所在。阿万山上一切代志拢讲我听，我今日我继续咧反对我的亲孙，搁咧破坏伊幸福，这着因所爱，我后悔，我造成错误。恁到底是存什么心？啥人要安尼对待我？是我，拢是我。几年的慧文会变作别人的查某囝，所以我才会叫中年暂时把这个代志也扛下来。是我，特别请你体谅一个做妈妈，甲查某囝的心情，请你原谅我的自私。我真正不是故意要冤枉你，所以阿妈才跟你讲的话，拢是真实的。铁皮，无唔对，其实阮真早就知这个秘密啦。就伫阿妈西，伊发生车祸一遍，阮在无意中发现着伊甲文景回面的相片。搁再加上，慧文关了阿万西，竟然发生精神排斥的情形。我从暗中开始慢慢去查，偷偷去验 DNA， 包括阿万西甲慧文，还有隔壁，搁性格的。好啊，你莫讲。
隔壁，今麦看到报告书，就伫阮的房间，个保险箱内底，我随时会当摕予你看。别做，进来啊！哎，我免看。隔壁，之前拢是我唔对，我唔好，也不今麦竟然大家拢知影，那无，咱就会把这个代志讲出来。我先给你做几种，后悔无？买当当去的这钱妈妈，也搁爸爸的身躯边啊！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先说，我讲不行就是不行的，这下绝对不会相认啦！先说不行的，如果你是不敢悔婚，这根本都不是问题啊！你马上就要结婚啊，我先给你做几种。我再带回文林门，伊两个少年人拢会留伫你身躯边啊！我讲袂用，绝对袂用的啦！铁皮，是安怎袂用？你唔着讲，你要叫我哪讲啦？我是要哪讲啦？性格，从生出来一天，我着亏待伊，我着欺负伊，我着伤害伊。到今日都唔捌停止过，伊是毋是知影我害死伊的爸母？伊是干人去阿万山山食饭，甚至就去赵家讲话。伊家讲，伊若讲会较早转去，但有一张遗书，性格啥物拢知，伊嘛知我害死大厝兄，用上卑鄙的手段。我到今日成就，迄一天，我不止承认，我阁真苦，用话咧侮辱伊，用看票支票咧侮辱伊，我以后唔知要怎面对伊落去。在这时阵，你要怎叫家己小人啊？假使我来肯定你，伊若唔肯定我呢？我吃到这个黑素，才知影家己有一个亲孙弟。假使伊若唔肯认我，我等于是甲无唔是同款。你安尼叫我哪接受？这边，现在唔是会扣分的囡仔啦。伊袂讲无要甲你相认啦，啊！不过我惊，我已经老，我惊。假使现在，伊若唔承认我是老家子孙。那你，我是要对情况交代，你也知啊。我已经欠情况一个后生，伊告诉我，知影讲有一个亲孙，无转来身躯比较友好，嘛是因为着我。你想看吗？我要怎来面对因呢？启飞，启飞，你来来来，启飞，你来来，启飞，你。明珠，你让我拜托一下，你暂时莫将这秘密讲出去，我好好来补偿。等阮两个关系来好了后，你再将真相讲出来，好不？兄弟，明珠，孙铁皮，求你好不？铁皮。甲头家讲是素色糖，啊，结婚要用的伊就知影。啊，佮有哦，火炉，啊，佮有火炭，这就表示讲吼，若结婚了后吼，爱会旺。啊，我纸顶面毋是写甲真清楚，啊，你要袂紧转来啦哈？啊，你嘛咧奇怪，啊，你着怎这样嘻嘻哈哈？这个代志唔系你家己传，你叫伊传？啊，我白纸黑字写甲真清楚啊！啊，查囡仔人咱会讲，逐项拢袂晓，啊，我即摆若无甲教，伊后摆要安怎教伊个查囡？阿文仔，哎，来来，请进，阿姐。阿总，今日来是不是？老邓来跟恁讲啥话？
歹势啦，啊，你都唔讲，那我们就讲啊。啊，想叫老平夫家己要遐尔坚持，搁要把财产过给老俊英，啊，坚持唔祝福性格甲慧文的婚事，啊，阮就只好讲啊。啊，阮性格虽然唔是一个贪财的人啦，但是安怎样讲，台币嘛是伊的啊。啊，是讲阮即摆若无讲，阮嘛是惊老平夫到时阵家己堆心肝，啊，造成危险。阮并唔是讲唔肯讲啦，阮只是吼，我知啦，其实恁的理我拢知影啦，啊，但是我嘛感觉真奇怪啦，你安尼甘愿看两个少年啊爱较辛苦，啊，都这身世问题，你都一定要坚持讲结婚的事才要讲，那你这款的理由我嘛无法度接受啦。我嘛是希望讲会当等一个上好的时机，啊嘛是为着迄两个囡仔好啊。除非讲你还佫有啥物秘密无甲我讲啦。啊，无我都想无啥啦，恁无爱讲哩。啊，他即阵身世我都拢讲出来，我看吼，规是安尼啦。恁把迄个 DNA 提出来，啊，互老明王相信接受，啊，上好是婚礼迄天会当来互两个少年来祝福啦。啊，无安尼啊，啊，规去叫老明王甲阮性格，搁去验一个 DNA 啊，我都唔相信，唔爱相信。阮客户已经相信啊，都伫你咧甲讲的时阵。伊都已经完全相信，而且接受啊，只是伊即摆顾虑的面子啦，唔知要安怎去面对性格尔。唔捌咧趣味，啊有孙他人，啊孙登也是意思，啊伊是咧卖人安怎？是真实的，我无骗人啦。阮客户是真正了解嘛，真正相信啦。阮即摆来是希望你会当斗相共，暂时莫甲这个代志甲别人讲啦。你要讲我瞒？这是暂时的啦。啊，因为阮客户吼是希望讲会当慢慢啊有时间对性格弥补啊，啊，伊嘛希望讲慢慢啊吼会当甲性格佫重新建立着因公司内感情。啊，过去你嘛知影，阮客户对性格是百般刁难，啊，甚物款歹听话拢讲出来啦。啊，伊就是惊讲性格袂当原谅伊，甚至讲袂当原谅讲伊过去去害死因爸母的一件事实啦。啊，万西，你若要做好人，就做到底。你嘛安尼吼，替一个已经七十外岁老大人吼，稍甲想看卖咧。万一你若是甲所有代志拢讲出来，结果是性格吼，还佫无要认伊这亲阿公，诶，阮隔壁伊要来砍一啦。啊，就总讲是安尼，嘛是可以做得来。也毋过，公孙仔变面，总是让感觉足遗憾的啊。你嘛无希望讲看到性格去挽回家己阿公嘛，敢是？是啊，所以阮今仔日来吼，就是希望讲大家吼会当安尼配合一下。啊，因公孙仔代志，都因公孙仔去化解嘛。啊，希望讲会当让伊有机会、有时间，啊，慢慢啊，搁重新去培养伊的感情啊。无安尼啦，一家吼结婚啦，伫结婚迄一天，啊，大家欢欢喜喜的时阵哦，才把所有代志拢讲出来嘛。是啦，代志都到这个地步，大家目标嘛拢同款啊。咱拢希望讲会当一家团圆，好好过日子。我甲恁保证啦，咱结婚迄一天，我一定送恁一个大礼。阮是无希望恁大礼哦。一个你想，拢想袂到的大礼。阮无需要恁的大礼啦，只要若老平方卖反对，啊，互两个少年的欢欢喜喜爱去结婚，啊，阮做事大人啊，就拢无计较，大礼就免啦。啊，恁意思是恁答应啊？其实本来我就按算讲吼，婚礼迄天不管老平方伊的态度安怎，我就是要甲性格的心事甲讲出来啦。啊，既然即阵你都讲伊都会当接受这个孙，不过爱有时间还去建立这个感情吼。啊，那这个理由当然我嘛会当接受啦。不过吼，你也坦白甲我讲咧，伊敢真是有落卵，阿袂搁再反对这桩婚事？当然的啊。啊，家己亲孙是要反对啥物啦？阮客伯伊就是咧找无老对通落来啦。老大人嘛，做唔着代志，总是爱顾面子啊。啊，咱只要莫甲拆破面子甲顾咧，伊就无啥物通反对啊。到时阵，性格就当光明正大，欢欢喜喜，都等于另作归宗啊。上好是安尼啦。明珠啊，啊你拄则讲要送阮一个大礼。还是三甘明先讲。
你看啦，阿姐哦，绣花糕上面描写计数写个，每一束敢那一领哦。你看，敢会多一领？啊，阿妈，我拢做假烟的，唔知要拣多一束。啊，不先给你看啦，多一束较好。只要绘本愿意给我，以前带一领，拢是上水的新娘。你啥物时阵找我才能订？ 我出来是无甜，你都无欢喜啊！听我讲啊，来，去对我看。嗯，真好呢。嗯。女方的朱芬玲，小姐，你把阿公的名我印起来啊。是啊，啊虽然老邓的口气嘛，我袂赞成我甲部分的婚书。 啊，不过为着要表示阮对伊的尊重，我也是将朱芬人的名印起。阿妈伫遮，替伊先甲你说多谢。副总，我有一个礼物要送你哦。你啥物时阵把我手机仔摕去？我把你手机仔摕去，然后你知影，你即摆敢有惊喜？ 先给你看，巧巧，谢谢哦。真水呢。当初丁武林，这桌面哦，本来是因两个做伴郎跟伴娘的相片啊。副总当初的表情哦，看起来就无甘愿呢。后来啊，我就偷偷改换做因的婚纱照，看起来就幸福哦。家婆，哎，难的啦。啊，巧巧是好心的。 都是嘛，人我是希望你会当幸福呢。哎，参加呢，大家和和气气，啊，像我着祝福毋是真好。偏偏你阿公啦，自小连到今嘛，拢共我遐尔固执，一点仔拢无改变。哎，阿嬷，妹妹，先给阿嬷知影，昨天两个呀，实在到今嘛。 发生真侪代志，即马总算过去啊，幸好已经伫恁个面头前啊，恁两个一定爱好好把握，互相鼓励，互相支持，知影无？当年绘本的亲生爸爸妈妈得袂着祝福，我则希望会当伫恁个身上弥补这个遗憾。因啊，恁两个哦，都摕这个贴吧。 送去给阿公，邀请伊做阵的主婚礼。阿妈，我知。阿妈，你放心，不管阿公是不是会接受，我甲先给一定会尽力去说服伊来参加阮的婚礼。好，我唔知影结婚啊，这麻烦啊，还穿这侪物件。 我唔是要结婚哦，实在是愈想愈，哎，气死啦！你查某囡仔人嘛，你脚手一个叮当啊，嘴就对咧叮当啊。嗯。恁阿兄要结婚，恁唔得替欢喜，唔得对。就是，互你有机会办喜事的代志，你逐工才会欢喜啦。哎，小女啊，我甲你交代哦，恁哥哥结婚那一天哦，你上好去记事甲我听起。 啊，较出你若想要讲话吼，啊，想想看好才讲哦。到时阵你若当我甲我后壁讲话哦，我著怎啊甲你做落去哦？搁要甲我做入去啊？安怎？我再甲你做入去啊？搁咧累死咧。爸，你有听到无？妈搁要甲我累死，我也毋是狗戏啊，哪有才简单就甲我累死啊？啊，毋相信无你试看卖咧。啊，无，哎，我搁去买物件哈。哎，阿哥伊倒啊，安尼我遐休困一下哈。爸爸，听完以后。 来，哦，哇，哎，婚纱照，迄款真水的，真好看的呢。小茹，嗯，啊，你讲要买物件，啊，无啊，啊，若无去夹边哦，再替我甲我查查，去分分的。嗯，我那可是我。唔系，啊，当然这结婚你的吉祥，水啊，你唔知要叫啥？啊，无要你叫恁爸爸为人啊。嗯。 恁讲安尼阁袂歹听，好啦，安尼我先去听啦，啊，我来去啦。爸，嗯，我拍算看我时阵要甲慧文去找老董处长，嗯，我想要请伊来做我的主婚人。
他什么时阵啊，搁咧叫老董事长，还叫阿公啦？是啦，啊，你的阿公就较固执。行个啦，啊，你就较有耐心的，啊，用爱心甲包容，啊，一句阿公，两句阿公，啊，阿公甲叫较软弱嘞，啊，甲较生奶嘞，我相信伊总有一天一定互你感动到的。啊，爸妈，恁即摆要叫哥哥、叫刘明芳、叫阿公哦？啊，无礼貌，你还叫亲家公啦？哈，我爱叫亲家公，我爱较好嘴，我爱生奶。老师呢？在人家你毋捌听过呢？嗯，爸妈，啊，恁两个今仔日按当大人啊、哦？嗯。之前恁讲到刘明芳，你安尼气噗噗，啊，今仔日讲到伊，敢若差无徛起来行礼呢？啊，恁人哪，甲以前态度拢无共款啊？嗯，啊，就。啊，就是下摆吼，拢是家己一家伙人啦。嗯。啊，对，是大人都爱尊重啦。有听到无，仙女？对是大人爱尊重。啊，你拄则咧讲啥？哈？讲我甲恁爸伫咧当大人，啊，你真正对阮两个老爸老母拢足无尊重的哦。我来讲哦，你即摆要甲我生啊倒来，你若搁生哦，等下我甲你做啊，甲你干到倒落来洗袂停哦。啊好啊，妈，你莫甲我拍啦，我较乖咧吼。你甲我坐。好啊啦，恁两个母仔囝仔搁在么咧搞死苦叹啦。嗯哼，星姐，我咧讲吼，你无论安怎，都爱去甲阿公吼，安尼好嘴，甲伊邀请，甲伊拜托，一定爱讲甲伊答应来，知无？不知。你要创啥？我有睏一点汤，过来互你补身体啦。你知影，香港人吼上爱啉汤啦。你讲哦，啉汤吼。我无需要补身体，我无咧稀罕啦，提早啦。你若无爱啉，无要紧啦，放下啦。我有买一间厝吼。我有买一间厝啦，这间厝阁未歹吼，钱吼我已经落了啊。你只要哦，早因因啊吼，甲迄个身份证啦，甲这代书啊办过户就用个啦。来，哈，想袂到我这个查某囝个价值，就加这间厝。若是讲要这间厝个介绍，拄好当买了你的良心嘛。你敢会当卖讲这话来刺激我？我今日来，我就是要弥补你的。买厝哦，只是个开始尔。爸爸即马有钱啊啦，我会当照顾你，但以后会当好好过日子啊。你莫去酒店迄款所在，着看人面色趁钱啦。你敢知影？胡永伟迄款人毋是啥物好人啦。莫干涉我的生活。你即马有钱又搁安怎？敢有甲你博？哼，我看你是想讲以后若搁博输仔，会使挑这个查某仔去赌笑吧？你莫安尼讲啦，我今日来我是诚心诚意，我想甲你。你毋免搁讲啊。我无想要听，出去。我知影啦，这是我家己做得来的，我也袂当怪你无信任我。我敢会当再问一个问题？你敢袂记的？你有一个，唔知今日是五岁还六岁的小妹。未到，你阁会记你阁有一个查某囝？哎，伊即摆人伫倒？我唔知影。你哪有可能唔知影咧？这着爱问你啊！当初你留一大堆娇笑，藏了做你走啊，害我囝三人一日到暗去被杀，逼到无路通走。有一届，莫阁差一点仔去人破流霜，伊实在是袂堪住，所以将阮两姊妹啊，等予阿嬷。伊就走。伊做妈妈的呢，伊来当做一个这么费劲的老母啊！哪得你嘞？你这个爸爸敢有责任？饲囡仔敢是妈妈一个人的代志？我知，是我的不对啦。
你是安怎跟你妹妹分开的？阿妈，伊的年岁愈来愈侪啊，伊一个人爱饲两个囡仔，爱趁钱，搁爱行遐安怎拢行袂了的娇小，我实在看袂落去啊。所以我决定去酒店上班，拄好拄着红档的，伊借我钱，行遐债务拢行了。啊，不过安尼嘛等于我将家己卖予伊啊。阿妈对我真无谅解，伊唔肯摕我的钱，搁甲我断绝关系，家己全面被搬走啊。这几年来，我嘛是四界咧找伊，可惜我就是找无。安怎？故事敢有好听？还是你感觉足可怜的啊？我甲你讲哦，你莫去我骗去吼。我酒店内小姐哦，十个有九个拢甲我同款的故事咧。你晓得？安怎？无啦，你晓得要安尼糟蹋你家己啦？好啊，你的忏悔无法度弥补我失去的人生，请你出去。你去，你敢袂当？你叫我啥？你袂记我的名吼？那安尼要卖命，你敢搁会记哩？你去是我咧酒店的名，是予人客叫的。你这种人客啊，我无想要做。你敢当作是你？遐物件摕转去，以后莫搁来啊！等你以后若想起来，我甲妹妹叫啥名，你才会当转来找我。是安怎哈？恁爸爸妈妈送礼物来，互赶出去，要请老公食饭嘛，互洗面，即马搁加来，我实在吼，唔知要安怎讲呢？是精神可嘉，还是面皮伤高？总讲一句啊，因安尼做，就是要顾全伊的利益啦，卡免后摆变散赤人啦。阿公，我今日是专工送贴仔来给你的。阿公。我甲惠文先生相依，想要邀请你伫阮的婚礼做主婚人。亲家，听我紧来听阿公啊。亲家，紧听阿公。我先来看，先生，听到阿姐楼顶，我有话单独要跟你讲。先生，不要紧，紧对你阿公去哩。来，坐嘞。
姐。啊，你做庄的跑人，敢唔乖辛苦点？有啊，用照看咩？老家做团的保龄，写来写去写是大龄，最好是多等啊老家亲人身上。阿伟林对哦，阿公听阿你。阿公，没啦，我来听到。哦。你是不是身体不爽快？你高血压药啊，敢吃？敢吃。对啦，啊，你虽然代志，敢会记？我虽然代志，啊，你是讲代志行？我记你真好，真侪真趣味代志我拢会记的。尤其是我无上课时阵，四界对阮爸爸妈妈。去办桌的时阵，上趣味。哦，四月去办桌，那么真辛苦吼。对啊，只要敢去办桌啊，我感觉迄日子啊，真正是快乐搁趣味。尤其看到阮爸爸摕着卡啦，安尼青菜背背的拉拉的，都用煮出一盘搁芳搁好食的菜，我都感觉我爸爸是足厉害。所以你为啥开始？就决定要做总部赛，对无？是啊，看到爸爸替人煮食，予人幸福，甲阮遮囡仔细细饲大汉，尤其是人客食到伊煮的菜时阵，迄种幸福感觉，我都感觉我爸爸是足厉害。对迄个时阵，我都下定决心，我大汉时阵一定要甲阮爸爸同款，做一个真骄傲的总部赛。信个讲话真欢喜，那不是用落来过节，即马互伊感觉真骄傲的人，应该是我。阿公，是安怎你来吐大亏啦？信个，你甲阿公，你是毋是真讨厌我？你叫阿公，毋是真心的？你倒是甲我讲袂要紧，不对，阮阿公就是因为你才死，阮爸爸嘛因为你，所以大汉的过程受到真侪委屈，我甲惠文嘛是因为你，阮交往过程才会发生遮尔侪风风雨雨，啊，那恁囝、你的媳妇嘛是因为你，因才有人逼死。你的作风，我确实无多认同。不过亲情是我无多选择的。你是惠文的阿公，我嘛尽量将你当作是家己阿公，所以我会尽量来接受你。所以你是因为了惠文才叫我阿公。不是心甘情愿，要将我当作是你阿公看待，对不？太岁，了解，我了解，我
我了解。爸，阿公甲新杰叫去遮久，到底是讲啥啦？慧文啊，你唔免管伊讲啥啦。不得你甲性格啊，是得爱结婚的，贴吧都印啦，敢袂当改？家家哦，就是你阿公哦，家口说一个，讲几句歹听话，除了这，伊阁会咧做啥？你放心啦，恁阿公今仔日哦，连家口说嘛袂，连一句歹听话嘛袂讲，绝对袂有代志啦。以后性格啦，嘛是阿公的孙啊，啊恁阿公听着袂服啊，要来对伊安怎啦？做你放心啦。你无听哦，阿兄讲，单身后摆拢是阿公的孙。谁讲的？阿兄，我看是地爸无够久啦，根本就无了解爸的个性。迄单身个家己来也是讨皮听，爸一定利用这个机会哦，甲店家哦嘲笑嘲笑，才甲豁出去。有滴看哦，你稍等哦，就听到顶头啊一声，有人哦联络来啦。连客爸的心情转变，你都唔知影啦。讲你这做查某囝，我了解伊，我看嘛无影嘛。爸的心情敢有啥物变化？啊，伊毋是同款，啊，点点坐遐，啊，拳头骨黏条条，安尼尔。